看我这边哦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好，下一个，很好，很好。蛮紧张的，对吧？其实觉得就是五五波嘛，就是之前有跟媒体讲就是五五波嘛，对，就其实很开心啊，就是自己预料没有可以得两个奖，可以得一个奖我就很开心。那这一次今年有机会拿到两个奖的话，就是很感谢，就是大家就是肯定对我的肯定。因为我已经快要办婚礼了，在定做西装的过程中，为了颁奖典礼去租了另外一套，看起来比较亮眼一点。这个领结嘛，蛮亮的，对。我觉得穿起来的话就是蛮贴身的，就是感觉比较瘦的感觉。他感觉会，因为他可能讲一讲，他可能就会。如果有这个桥段，我会帮他拿那个卫生纸上去。不知道他打电话、啊、看你有没有接啊。打电话不接啊，谢谢。亮眼吗？赢吗？应该是稳稳的会拿下第二名。政委那套我是看过了，志远那套看可不可以突然杀出程咬金，让我变成第三名。真的好看，这套真的韩流韩系耶，韩单韩名的。现在年纪的是三名。集气啊！谢谢。剩下两个，只有这个。啊？他们在帮我集气啊没办法，因为我们平常不穿这样。如果我们平常很常在穿这样的话，再来比，我觉得就有的比了，真的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并列吗？对，并列。之前就已经有看到盛伟这套了，就觉得他这套穿起来哈，所以你的很挺，很挺，所以你的意思说我们是在同一间，很挺，没有身材，盛伟这个身材，然后这个陪衬的，我觉得他在第二名可以，没问题，第二名嘛，第二名，你再重新讲一次，你再给他我们三个里面你第二名，再给他一次机会，尊重我一下。他志远这套哦，他已经细节在哪里？他多了这个，我们都没有的东西，背心吗？你第一名，他第一名，我多半寸了，他第一名，因为怕我吃东西穿不下，可以，肯定是第一名，你知道什么吗？好好讲，为什么？我也想知道为什么，我也想知道到底为什么。学弟会敬老尊贤，哦，是因为这个原因哦。年纪排下来，是年纪哦。第二名，跟帅没关系。第三名，跟年纪有越老越帅。耶，你要在中间，或者你要在上面。得奖就是他，不是进步奖，不赖志远，不赖志远，不赖志远，夸父两位，好感动，真的，这样就够了。压力很大，像我们要紧张。压力才大，就像压力比较大，就像你去准备那个稿，我觉得你上次唱歌比较紧张，一点都不紧张。因为我有稿，所以我觉得像你上次唱歌有歌词啊。我就不得会得，然后就哭了。对啊，我有看到。准备眼泪。是吗？你有准备眼泪？眼泪没有放好，没带。对啊，没有带。没带来。留在，我希望是留在家里。不要带出来，不然。好几次都是用完美的 Andy 走向，就是哭戏。最后，最最最最后，请大家记得追踪我的 IG， 千万不要忘了啊！谢谢。啊，这套有纳入婚礼的最后一套里面，因为我原本想说就用婚礼的定做的西装，然后拿来看可不可以，然后就严重被我老婆说不行，她说这个婚礼也绝对不能先亮相。就再去赶快做一套。这不是抖死我了？可以吧？可以。可以。真的吗？可以借我蹭一下吗？好玩啊！我试看看，叫麦斯看看，拍一等，然后哦，漂亮 ，perfect。看你干嘛？手在抖啊！
大鼓，你们今天一直给我压力，一下机器，一下大鼓。